们就开始挑家伙，你们看着哪个顺眼就挑哪个。黄，小黄，你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？哎，你让我那种骨头帮的气势加。骨头帮。哈哈哈！哇，小心小心！啊，谁弄脏衣服？哇，我跟他有仇恨。没有钱没关系，坐那看看。哒哒哒！哎呀，挺好看，非常好看。都出来了。他给你拍张照放在墙上，辟邪呀，辟邪呀。屁股里面怎么办啊？哦，好恶心啊！凉茶里